好，我是呱呱。上期我们找到了蜂王的祭坛，也用了 BOSS 召唤物，那么这期当然就是打 BOSS 蜂王啦。我先搭个楼梯上去召唤 BOSS。 看，布鲁，这就是蜂王祭坛，咱把它围起来打吧，免得这 BOSS 又被咱们打跑了。不用，出来我直接给他秒了。就会吹牛。不用修了，布鲁，我先回个血，等一下 BOSS 出来头给他。出来了啊，这么快，蜂巢工人，看见没，一刀秒杀。骗谁呢，呱呱，看见没， BOSS 在下面呢，我先下去。太猛了，我用圣杯下去。这个蜂王不是很厉害吗，看我追着他打。这周围怪也来凑热闹。彩虹瞳太菜了，被 BOSS 打死了。菠萝也太菜了，被变异蝙蝠打死了。只有我万军从中取蜂王首级如探囊。咋不说啦，太菜了，不想说了。刚过来我就着火，这蜂王有两下子啊。是我不小心砍了你。好吧，蜂王吃我一剑，我砍砍砍砍砍，换上我的原始法杖，大哭你们。小伙子还敢过来，你是没尝试过我刮式剑法，我这一剑下去，呵呵呵，难受，想哭。小猫你好，我又回来了。疯王呢，疯王呢，让你打我，看我用这个武器、这个武器还是这个武器。别挑了，彩虹头已经击败 BOSS 了。哼，彩虹头抢我风头，是你磨磨唧唧。哼，我看看掉了啥装备，蜂巢流炮弹，25的伤害，给彩虹头玩吧，这期就这样了。啊，这就完了？没看过瘾的还不赶紧点点关注关注关注，明天还有更精彩的视频等着你们。那我们明天见，么么哒，关注关注，搂起来。